做音乐本来就是种困难，尤其是台语。夕阳无事就无当了，阿红诶，听讲夕阳无事就无了，吵架就爆发了。要练团啊！我今要来练团，我要来练团，我要去练团。台湾真正要用台语来创作摇滚乐是真少，伫咧故乡的夕阳无事又是一个。会当做就是过好每一天，做好每一场表演，尽力而为。这是少年人伫咧现实甲信念之间打拼的故事。会当家己安土，唱歌哦，规场满场的人听。因为青春，所以有梦。大礼拜三暗时10点，青春，咱的梦。